好，出去。好，大家好，我是 BOSS， 怪技师的 BOSS 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如何用一个简单便宜的装备，能够做出惊人的细节拍摄，微距的细节拍摄。那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在身旁的一些器材当中都可以完美实现，只是实现度的强与弱，效果好与坏，这些都是要提前申请的。那我们提前申请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可以提比较少的钱啊来做，也可以投大钱来做，动辄百来万，动辄几十万，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但是今天呢，我们一万多块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包含了萤幕，包含了萤幕，好，包含了这个萤幕。这个萤幕呢，只要一条线跟一个 OTG 进来之后，就可以形成现在这个效果，再配合滑鼠，就不得了了。我们的装备呢，是一个 PTZ10X RGB Link 公司出的，它是一个 USB Webcam， 你也可以买转接器把它转成 HDMI， 它还可以接控盘，一次可以接10台。好，那你们看它的这个画质哈，可以说是相当不错。这台机器呢是 5.5 寸的 CameraFi 手机，那因应客户需要，柜台麻烦有一个客人在问哈，再把这个直播留言给他。这个 5.5 寸 CameraFi 手机呢，可以让你播一整天，因为我们加了一个东西叫 Hub。那你想监听，再加个蓝牙耳机就可以监听了。各位观众，这个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实现充电、滑鼠、键盘、HDMI output 给现场工作人员看的。在那边总共三件东西， PTZ 直播 5.5 寸萤幕跟一个 Hub， 这三件东西如果要用的更好，可以再花个380元，滑鼠380，阿达布达1590，5.5 寸萤幕3980，这个 PTD 13000，就可以通通搞定你所要做的事情。来，帮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留言。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公仔上的细节，准确对焦不会失误，准确对焦绝不会失误，一定进得去的，保证对到焦，不会迷失，哦。这是它精彩的地方，它对于这个材料的细节跟比例大小呢，20倍的可以把它拍到满，没有问题，20倍可以拍到满，但是这个是属于10倍的，目前就是比例上还有细节可以做到这样子。好，这是10倍的。那我们看它的裤裆，连毛都拍得清清楚楚，这谁设的角度怎么那么低级啊，拍裤裆。阿票，以后下次不要这样了哈，女生不要乱设角度哈，她被我栽赃了，她是我设的。好，连根毛呢，这是我们 Q 妹的毛，凡购买这个我们的 PTD 呢，我们就送狗毛给你哈。我们 Q 妹加持的狗毛，她是总裁，所以你会有带财。各位看一下她的护膝，连一根螺丝铆钉都清清楚楚，吓死人了 ！Oh my god！这个是什么画质呢？惊为天人的画质。来，半身对焦 ，OK。啊，因为转换的关系哈，因为微距转换成正常的焦距会稍微慢一些些，但是呢，一定准焦不会失误哈。失误的话呢，就代表你有问题了哈，你有问题。好，那现在的收音呢，我们直接就用这个 5.5 寸萤幕收音，我没有外接任何的收音，就可以收出这样的一个品质。各位，您说满不满意呢？对啊，应该是会很满意的，因为非常的简单好用。那整个 PTE 呢，
含一个遥控器，拥有十组的 preset， 十个角度，十个位置，让你自由定义它，很清楚的直接搞定，按一下它就帮你运镜了，差不多也是一个摄影师假赛的概念，摄影师直接当导播的概念，摄影师直接当导播的概念。那一条线接进来也可以，就是很单纯的用，这样也可以做。一条线接进来有个缺点，它只能直播100分钟。如果你的时速只有一个多钟头的直播，你什么都不用买，就是13000加上3900，这样是等于17000左右，再配个脚架，17000就全部都有了。但是今天买是14880 PTG 一台，10倍光学的，搭配这个萤幕，直播萤幕，它可以插两张 SIM 卡，接一个 WiFi， 可以聚合，那么你就可以稳稳的播。那画质呢？有1080哦。哎，接着人怎么那么多呢？几个人呢？几个人呢？现在？19。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是哪冒出来的？大家都来看这个公仔吗？好，就这个萤幕。这个萤幕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操作哈，各位观众。这个萤幕呢，我们可以外接几个相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相机也可以过来。好，但那边就挡掉了，再拍它拍另外一个角度哈。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脚架上，给它选好一个角度，就是专门拍主持人的哦，专门拍主持人的。那它第二个角度呢？哦，我们就拍过来，嘿，哦。第三个角度，再来第四个角度，好，第四个角度，各位观众，这里就两个角度了。PTD 又有10个角度，总共12个角度。12个角度呢，你可以自己去发挥定义它。想拍哪就拍哪。陈俊志你好哦。达路你好哦。Boss 颜值真帅哦。睡睡睡睡。接下来我们看嘴巴的那个同步性。来帮我确认一下嘴巴的同步性齁。那嘴巴的同步性齁。忠心兄弟归家的孙后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气息。其实肌肤甲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发杀到珍重，永远把拥有变作杀害。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刚听只有残留的亏合，迎着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只想何解变未来，万事又能做到啊！我不知道怎么试音，我就是随便试一下哈。试一下同步，然后呢，刚刚那个是不标准广东话，好，纯粹就是敬仰曼德拉，还有敬仰这个 Beyond， 好，所以把他的那个歌词背了下来，哈。那么你讲话没关系，嘿。有客问。好，老板，我接了一个低预算的学校社团发表会直播，单机直播到脸书即可。有没有适合的器材呢？其实呢，如果预算不够，你也可以来租齁，这整套租下去齁，一天只要800元啊，看直播才有800元哦，没有看直播是整套直播机租出去呢，连信卡是1980。那么今天看直播呢，包括了 PTG， 包括了我们的直播手机，包括了信卡，还有脚架周边， 800 元一天。啊，纯粹就是让你播了就上瘾，这个预算就够低了齁。你如果说预算比较低的话，我们这个800元可以给你齁。那当然就是你来租这800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来学都不止800了，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啊，外面教这个东西教学都不止800了，对不对？你花800元，只有两个名额齁，这个做多我会倒齁。两个名额 ,PTG, 遥控器滑鼠手机全部都租给你，800元齁，就是这样子。好，
还有什么问题呢？我看一下。boss 帅帅哥，哦，拍谁拍谁，这个、已经是国杂回啊。哦，特勤我在卖吗？戴老师是要卖多少？1990块，卖。来，化姐给来。这有珍藏一些绝版啊！哦，当年的万年卖，这在当当时买应该是差不多1900块啦。差不多。这行情就是安尼，因为这做了有够油，即卖卖甲你起价，互你1688，1688，我甲你讲，一个这我印象中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气罐，还有一个防毒面罩的气罐，那绿罐应该无遐哦，应该有够遐，应该有遐。那这个绿罐哈，绿罐这个哈，就1988哈，来，有附赠 BOSS 的签名照和贴摄影机吗？你是咧辟邪哟，要抵辟邪用品呢？哦，欢迎合照啦，啊，签名唔通啦，嘿，咱这唔是啥物货吼，咱这只不过就是一个伪玲珑的啦，哈哈哈！哇，今天人真多呢哈，好，无咱找只好康的好不好？咱看有找什么好康的来拼一下。底下还有一个。嗨，他问什么？看一下。哦，好。来，那个电池，那个电池，那970 NP970最新的那个，嗨，这个是我们公司所有同仁一致说赞的。那这个970电池呢，外面行情1000多块。我们今天这个970哈，带有拆过的吗？看看躲在哪里。好像只有蔡顾郎在那边。这个是 Type C 充电的，行动电源可以充它，不得了了，我告诉你。这个电池呢，这个电池我们今天给大家爽一下哈，给大家爽一下。这个是价值外面1000多，我们卖850，今天我们卖680。好，这个电池呢没有虚标 ，Type C 充电，我们今天卖680 ，Type C 充电。那这个充电盒呢？也是很厉害的充电盒。这个充电盒呢，我们今天也是只有今天哈，因为今天人数太多了，680哈。这个电池给10颗就好了啦，68010颗，限定10颗哈。这个电池品质非常的好，电量足，续航力强，还可以用行动电源 Type C 直接充电。然后这个是超级多功能的幽蓝紫高品质电源充电供电器。三种供电方式 ,Type C, D-Type, 还有 Type A, 可以供电。那么也可以用 Type C 帮你的970充电，这个东西厉害。这个供电板是超级多功能，很猛很猛。这个呢500, 这个500元。这个只能卖4个，这个500元。电池680。我靠，这两个加起来才1000多块、欸。人家买电池我还送你整套充电板。好，这条线没有，这条线蛮贵的，它 D-Type 的线没有。好 ,580,680, 就只有10个。啊，你要截图才有算哦，截图才有算。截图才有算，没有截图不算。好，来说什么？好，今天这个萤幕呢 ,3980, 也可以 2980。这个多少？那个580。580。好，接下来呢？这个呢？那个580啦。这个580。哎，那580，按那个680。哎，好。这么方便的装备呢？哈、哦，会计师这边呢，今天就是 HD camera， Full HD camera PTZ 10倍光学的，拥有 UVC 格式直接进手机 ,OTG, 那可以拉控制线控制器，可以控制10台。那么我们这个可以控制4台，这个有含在里面。那这么厉害的装备呢，对焦呢保证精准啊、哦、它不会失掉，它会有过程啊，但是它不会失焦、哦、保证不会失焦。中华民国70年，我靠。记得硬币可以做阿飘你老爸这样、哦、70年、欸、今年110、欸、
一百亿，四十年嘞，这硬币四十年哦，不简单哈、哦。四十年的硬币，哦，过来看毛哦，有点低级哈、哦。这我们阿飘设的位置，我没有办法，我只是负责栽赃的，我负责栽赃的。好了，再来厉害的地方就是主持人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跟这个。产品之间要做一个结合，好，我们准备开始。主持人跟产品要准备做一个结合。好的，那主持人跟产品要做一个结合呢，我们不妨就来一个子母发面。子母发面，我来配给大家看哦，配给大家看。这个你看哦，我可以微微的动，这在别人早就飞出去了，这在别人早就飞出去了，我们的不会，啊，我们的不会。好，子母画面进来。好，这边呢，我们还可以，你自由调整角度啦。但是我发现我的那个猪头哈、哦，没有很够，我要把猪头弄大一点，快低头弄啊大，弄啊大。好，来，各位看我的操作哈、哦。哎，米娜桑 ，boss 今天在这边教大家玩直播，玩这个直播有啥了不起呢？哪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就是好玩吧，然后再做出一些跟市场上的区隔。那我可以抡一抡啊，自由改变，太方便了。当然啦，你还有一种用法哈，你可能不晓得哈，你可以在。做到一个更厉害的程度，就是这里呢，买一个叫做 AI 机器人，把手机再买个 AI 机器人，你不管怎么走啊，它就会跟你啊、哦，它就会跟你。这个 AI 机器人呢，手机你给它放上去，各位，它会跟着你。这样你看不明显吗？没关系，我们弄给你看。这 AI 机器人呢，把这个手机放上去，它就会跟着你，跟得很猛。好，那它的原理很简单，因为我现在不能热拔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各位，他会跟哦。而且神准无比，不会失误。手机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把它夹进去，再夹进去。那上面可以放 GoPro。啊，我这个没有 set 对焦哈，所以说。我这个必须要用那个，用手动的方式，然后再把它记录起来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 AI 机器人。那 AI 机器人原理就是在这边，各位看一下它这里，它有个镜头，它有个镜头在下面。这个镜头它就是一个 sensor， 你只要把刚刚讲的这个萤幕。这个萤幕，把它架到刚刚的 AI 机器人，架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就变成一个摄影师。那么，一共两个摄影师都不用来了。直接怎么呢？当导播就行了。摄影师，两个摄影师。那么这个麻烦打一下字哈，10XPTZ RGB Link 13000。然后呢，5.5寸萤幕手机3980。就今天齁，
就今天13000直接送八核心的 5.5 寸高通晶片的萤幕，就今天齁，限量5台而已齁，马上送4000啦，17000东西送4000出去，算是诚意十足齁。老板，我要去接案去租借，顺便教学，我需要跟主办单位完成5月的案子，这一定要网路线啦齁，如果没有网路线呢，专线是最好啦齁。那 BOSS 基本上都是用 SIM 卡， BOSS 用 5G SIM 卡 4G SIM 卡，然后用这只手机把它聚合。那你们看我前几天的直播，还有今天在马路上的直播，都是在户外，然后又在山里面，其实收讯也还好，但是我用两个信卡聚合，一个中华电信，一个台湾之星，我两个聚合下去直播还蛮稳的，就从台北一路开，从新北市深坑的山里头一路开进台北，在隧道也都没有断，那所以这个聚合来讲还算可靠啦齁。但是说保全一点的齁，如果接案子的话，一定要去要求要有专线齁，拉一条专线。那现在的频宽跟大家说明齁，你在直播前用 speed test 进行 speed test 测试，测试它的频宽要在10以上，如果是 4K 的话呢，要在20以上，20个 Mbps 齁，20个 Mbps 呢才有办法 4K， 10个 Mbps 可以 2K 齁，这个是一定要的上传的部分，这一点要特别注意齁。好，那就今天的直播吗，13000的 HD Camera 今天购买呢，直接就送 5.5 寸萤幕， 5.5 寸的萤幕给您， 5.5 寸的萤幕含教学啊，含聚合，含这个相关的 setting 都可以教给你。这个萤幕呢 5.5 寸高通八核心之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今天再来演练一下一些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一些齁。我们来上字幕，上 logo play VCR 好了齁。那我们现在来弄一个这个啊 ,RGB link, 我们来跑一下字。OK。啊，还可以马赛克的啊，我的妈呀，他都马赛克的，还不要做人呢、啊。哎，来念。10X PCD RGB Link 13000元，5.5 寸萤幕手机3980元，就今天买13000元送八核心手机及教学。八核心直播萤幕五点五，这八核心直播萤幕。好，八核心直播萤幕。抱歉了，我这马赛克关掉，我在做效果。这个是我们啊、哦、特别找的这个产品，那看到滤镜、白皙啊、哦、深度，我们今天就是要弄个啊、哦、跑马灯也有了，然后再来 VCR Play 吗？好嘞，我们来做一下 VCR Play。为什么发现呢？两个一起13000嘛，哦，对，13000。PTD RGB Link 13000，今天买，然后再送直5.5 寸直播萤幕手机及教学。天哪！八核心。我看看好了，没发错要出来面了。13000直播萤幕手机3980，今天买13000送八核心的面板。OK， 好，就这样发了。哎，好了，今天的测试就到这边啊。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要下线了哦，哈，没什么事，我要下线了哈。没事我就下线，然后看看一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大概就是可以让你知道它的极限，拍摄的极限。好，5G 的是7980，这个是 4G 的，4G 的 5.5 寸3980，它这个没办法，这个价格就是这样，7980的是 5G 的。然后我跟你们说明一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直播用的装备呢不是每一只都可以用，那么我们是经过了一两百台手机的测试挑选，24小时不眠不休的让它去跑，这一台呢从初一过年初一直播到初五没有停下来，就让它弄，没有热档的问题。
本身带电力呢可以100分钟，外接电力呢可以持续不断，接 PT 电源它不会掉电，这都是它的优势。这么多的优势前提之下呢，带给我们的就是猛猛的直播，猛猛的发电。你不需要用爱发电，因为它自己就有电。那你可以外接 PD 呢，就可以长时间直播，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好，这是它精彩的地方。那今天这个优惠呢，大概就是算是很大的折扣了，17000算13000，17000算13000，大概7-8折吧。看看哦，13000除以17000元，哇，76折呢，没有这么好赚啊，纯粹就是冲个量啊，做送哎啊，做几个知名度哎，因为我这一款 RGB Link 10X PTD 没有认真推，那没有认真推也对人家不好意思。所以今天就做一个强档，这个强档呢就是要让它能够啊 run 出去。好嘞，那各位说明一点齁，这台 10X 的是 USB output， 它没有办法 HDMI， 来套盒给我一下那个套盒。你有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我们不一样啊，这个东西可以干嘛呢？这个、东西就可以把你的这个 HD camera 的 USB 讯号转成 HDMI。进导播机系统里面，进去这里面，它可以直接接成 HDMI 进到电视机上面，也可以直接呢透过 USB 不要经过它进到这里来，进到 5.5 寸萤幕，这 5.5 寸萤幕可以录53个钟头 Full HD 的画质可以到 30Mbps， 算是可以录很高的画质，录好之后呢就猛了。那我的 background 呢是因为接了这个 J5 的转接盒，顺利的将讯号投到了我们的大电视上面，一整个爽度破表的。再来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个超级好用的直播支架，这直播支架720块实在是很好用，很有料。我们来看一下它多好用多有料，收起来一点点就在这里，然后呢你可以自由高度自由角度去 setting 它，放平板电脑，放产品。那你如果觉得这个洞洞不爽，你就弄个厚纸板把它摆着，弄漂亮一点点，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桌子，好，工作桌。那伸缩角度各方面都很合意，很好用，就是漂亮聪明的哈。来，接下来 VCR Play 结束，等我一下哦。VCR Play， 各位看一下，那我们来看我的操作好了。然后把影像叫出来，它有对焦的过程，但是一定会对得到焦，不会说迷掉。这点是还算蛮自信的哦，还算不错。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叫我们以前的一个拍摄的影片啊，这以前拍的影片啊，都可以把它 cue 出来 ，cue 出来 ，cue 出来啊。那现在这正在录的，啊，这之前录的，如果录到一些什么猥亵的东西呢？哇，真的录那么长。这是什么？十二机哦，这不能看，这一定有鬼，一定是什么晚上在家里喝啤酒的那种测试，看就知道怪怪的。好，那今天就不播东西了，不乱播东西，免得惹出笑话来哦。好，这可以播放 VCR 啊。这个在办公室应该是可以看的，没什么问题。播一小段看看。会不会粉球？我把唔知啦，出去啦。啊，如果是什么骂脏话的什么，你待会就切掉哦。确定，好，播出去。正常的东西吗？是在讲解吗？新行进来。
声音我把它切三路，这三路呢包括了就是它可以做效果，同时呢它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效果哦。好低级哦！好，按下去。Deleting recording。恁拉较好嘞，食饱未？来哦，来哦，来哦！好。Recording deleted。恁拉较好嘞，哇哦，哇哦，哇哦，放掉。好，长按一二三。Recording。拉三拉低啊，老板，再一次哈。拉三拉低啊，老板。Deleting recording。为三为水为荷兰拉当拉西拉低塞。好。Recording deleted。我们再看一下哈、哦。Recording。为当为塞为荷兰拉当拉西拉低塞。为当尾塞尾后来拉当拉塞拉迪塞，就可以自己自建这个功能了、啊。3900多含麦克风含双输入，另外呢音效在这边，再来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声音音响。Moon River Why the little mine I'm crossing you inside someday Old dream maker Your river 的啊 River 的声音在这边，看到这里不买呢你真的有问题，因为功能实在太强大了齁。然后声音的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下音效。Female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Male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好，这个讲话好像嘴巴含了一个懒蛋啊。咬个东西在那边讲话。Monster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你们会看到很多广告都用这种声音在配。Baby voice。嘿、大家好啊，我们当然就不播了啊哈。Female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Male voice。我们当然就不播了哦。靠，这谁要来 ？Monster voice。好，这是声音的部分，好，玩到这里了。那这是监听。监听 off， 没有了就没声音了。好，你在这边可以随时监听。Monitor on。啊，监听，我就有监听了哈，监听，我监听。Monitor off。就没有监听，就没有监听，声音也都不录了哈，也都不录了。Monitor on。好，那这个东西到这边再来 loop back。Loop back off。忘记。Loop back on。忘记怎么用？好 ，loop back 我忘记怎么用了。好，以上的功能这里是 high EQ、middle EQ、low EQ。low EQ 是指重低音加重低音 ，high EQ 是指声音会变比较尖。尖比较不尖，不尖懂了吗？你喜欢尖的人就往右走。再来 ，River 是指这里的强度。Moon River, why the little min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ld dream. 好，潲水快不去，浮门心不去，为何我心也偏空虚？这个就是唱歌用的。在 output one t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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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里是指 output 的部分，这里是麦克风的大小声，这样转下来就没有麦克风，麦克风就没了，转上去麦克风就出来了。以上就这么简单。另外一个精彩的地方是你手机呢打开蓝牙之后连线沙冰，我让你们看一下连哪一个东西哈。来，蓝牙开，连上去一个叫Spincast 连线。连线之后呢，推荐一个软体哦，音乐一个月好像$1而已。那个软体的音乐是可以用的，而且音乐创作都还做得不错。No, we never choose, for to... 然后可以自由 remix。还可以做特效。
那你们看哈、哦，我讲话声音就音乐变小哈、哦，因为我启动了一个东西哈、哦，叫做 ducking。One two one two，ducking 的意思就是指我今天按下去，我不讲话哦。Hey, welcome, 欢迎来到怪技师。Yeah, come on, baby。那怪技师呢？一站式管理，一站式经营，要什么有什么。好，各位，这个东西就是用在哪里？用在